News Source Crawler 每日文摘，2024年2月9日，有关加密、流媒体、技术、政治、娱乐圈、人工智能、健康和环境的新闻。订阅我们的邮件列表，获取每周新闻列表和网络链接。Crypto Dollar Minting 协议 M20 将允许机构发行由美国国债支持的 Stablecoins。区块链本可以为美国人节省74B美元的信用卡费用，索赔 Coinbase。Animoca 创始人说 ,NFT 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支柱。DeFi 平台 Pandosi 接近1美元币总价值锁定。Abu Dhabi Financial Center 与 Solana 合作伙伴扩展 DLT 项目。特朗普的杂志硬币猛增了 1054%, 因为大型基金使勇敢赌注。由投资者起诉的 NBA 与失败的加密交易所旅行者有关。破产加密贷方 Genesis GlobalSea 定居纽约欺诈诉讼。宽安赢得了从黑山引起引渡的第二次机会。Zardor 后门针对沙特伊斯兰慈善组织。Fortinet 警告 Fortius SSL VPN 的新的积极利用的 RCE 缺陷。乌克兰2014年的政变是中央情报局的政治错误，普京和俄罗斯没有向波兰、拉脱维亚或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普京说，尽管是无潜力的制裁，俄罗斯还是欧洲的第一经济。美国记者卡尔森 Carlson在莫斯科 Semfer 报道的莫斯科会见了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欧盟揭穿病毒声称他正在考虑对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对普京采访的制裁。普京说，普京重申是正式 Zelensky 禁止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俄罗斯的目标是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中达成了俄罗斯的目标。普京说，他与布什一样与特朗普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俄罗斯本可以在2000年代加入北约，我们是否希望这样做？克里斯托弗·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对爱速度与激情 Fast and Furious 的爱无罪，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行动专营权，因此承认宗旨是不可理解的。马克·鲁法洛 Mark Ruffalo 以好莱坞的名人之星荣誉。克里斯托弗·诺兰 Christopher Nolan 称小罗伯特·唐尼 Robert Downey Jr.英国增加了炮弹的生产8倍。1972年在贝尔法斯特枪击事件的4名前英国士兵被指控。教皇说，教会对女性的声音还不够听。Facebook、Instagram 关于伊朗 Khamenei 的账户被暂停。巴基斯坦民意调查结果推迟了，因为伊姆兰·汗 Imran Khan 的政党声称在第一个结果中获胜。哈马斯的 Yahya Sinwar 设定为加沙的 Arafat 风格流放。据报道，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了 Hamas 领导人 Yahya Sinwar 的 Arafat 风格退出。拜登说，加沙大屠杀在顶部，敦促战斗停顿。爱尔兰女子篮球队拒绝与以色列握手，在球员声称爱尔兰队相当反犹太之后。新的欧盟规则，以确保在10秒内快速转移。华尔街的裁员表明，未来终于到了。200英尺无线电塔被盗后，阿拉巴马州的车站难以置信。在阿根廷在服务站充满汽油时，一辆汽车爆炸并造成了可卡因淋浴。FCC 一致投票通过禁止 AirRobocalls。报道说，有毒电报组制作了 X 级的假 Taylor Swift 图像。研究说，泰勒·斯威夫特 Taylor Swift 的假和明确图像开始于四禅。Autodesk 联合创始人 John Walker dies。享年75岁。梅西的奇迹回归激发了中国的愤怒和阴谋论。四禅 Daily Challenge 引发了一大堆明确的 Taylor Swift 图像。FCC 一致投票通过禁止 AirRobocalls。伊朗支持黑客中断阿联酋电视流服务，并带有 Deepfake News。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迪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 说， AI 现在真的在空中，并计划在印度培训200万代技术技能。山姆·奥特曼 Sam Altman 寻求数万亿美元来重塑筹码和 AI 的业务。 Microsoft 寻求专利技术将单词放入您的口中。 Funimation 正在关闭并使用数字图书馆。两年前 Crunchyroll 吸收了 Funimation 的动漫图书馆向前迈进。福布斯评论说，索尼的 Crunchyroll 擦除了有趣的动漫库。 AliExpress Timu 引起的搅拌将 Hanfusi 卖给韩国人。如 AliExpress Timu 中国汉堡标签 Angers 韩国用户。可可价格上涨到所有时间高，因为恶劣的天气损害了西非的农作物产量。
在12个月内，首次世界超过 1.5 摄氏度的变暖极限。陪审团奖气候科学家迈克尔·曼恩 Michael Mann 100万美元以诽谤诉讼。伟哥上的男性可能会降低他们的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在一项研究中声称。里斯本的开放药物消费量继续增加。突变狼在研究中声称，漫游切尔诺贝利排除区已经发展出癌症的能力。黑客可以通过60英尺外的视频录制功率 LED 窃取密码键。新研究发现，黑客可以通过墙壁监视摄像机。CISA 与 OpenSSF 合作确保软件存储库工作组，已发布包装存储库安全性的原理。彭博社报道说，随着通货紧缩的恐惧加深，中国消费者的价格以15年的最快速度下跌。据报道，随着通货紧缩的持续，中国被商品供应过多。金融时报评论说，随着经济的偶然，中国将通货膨胀出口到世界上。随着中国通货紧缩接近金融危机水平，阿里巴巴股票下跌， Team 的所有者可以受益。法国希望创建中国竞争的汽车超级团体 Stellantis 否认与雷诺对合并计划进行猜测。迄今为止最强大的 Pagani 转速达到 9200rpm, Huayra R Evo Track Car 在 V12 上打包 888hp。Apple 加入 Meta, Google, Facebook 在美国新政府 AI 安全计划上。Google 的吟游诗人现在 Bates C, Google 正在推出一个移动应用程序， iGemini 则使用 Ultra 1.0。政府警告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不要拒绝基于 AI 的护理。Apple 正式将 Windows 的 iTunes 拆分为 Apple Music, TV 和设备应用程序。Netflix, 盗版很难与竞争和迅速发展。在损失了74500美元之后， Tablemod 完全回想起其 NVIDIA12VHPWR GPU Power Adapters。马克·诺夫勒 Mark Knopfler 将史诗般的慈善歌曲《最伟大的吉他演奏者》的54个团结起来。我们是世界返回 Billboard 图表后 Netflix 纪录片首次亮相。痛苦说，他是为其他艺术家写的乡村歌曲，但面对种族主义后不再获得信誉。印度要出售116亿美元的电波以增强电话网络。在加拿大，贝尔 Bell 削减了 4.8 万个工作岗位，在大型摇摆中出售45个广播电台，并在贝尔 Bell 削减了当地新闻，这是在获得4000万美元的监管救济之后。克里斯蒂安贝尔 Christian Bale 揭幕计划在加利福尼亚州建造12个寄养家庭。20多年来第一个新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是扮演导演。丹泽尔·华盛顿 Denzel Washington 和斯派克·李 Spike Lee 团聚，用 A24 和苹果重置黑泽的高和低。 NASA 的 Bennu 小行星样品可能来自一个长期失去的海洋世界。我们准备 Nova Elander 乘车前往月球，在情人节发射的任务。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裁定了数百个，并以预算僵局为由。纽约市正在考虑洗衣舱镇压。珠穆朗玛峰登山者将不得不清除自己的大便，将其带回大本营。米其林启动生物源丁二烯的生产，用于更负责任的轮胎。丁二烯是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用于为轮胎市场生产弹性体，并生产清漆、树脂、ABS 塑料，用于汽车应用、纺织品和建筑中的尼龙。巴西警察在政变调查中夺取了加尔·博尔森罗 Jair Bolsonaro 的护照。当时博尔森罗 Bolsonaro 和盟友计划发动政变，巴西警方说。特朗普说1月6日是一次起义。联邦调查局 FBI 特别顾问说，拜登故意扣留了分类文档，但不会被起诉。在斯科特斯 SCOTUS 似乎将他保留在科罗拉多州的2024年投票中之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从特朗普的讲话中笑了起来。拜登白宫说，杂货店应降低价格，价格便利。乔罗根 Joe Rogan 体验在缺席三年以上，在 Spotify 放弃了排他性之后又回到了 Apple 播客。 Piers Morgan 结束每日 Talks 节目，专注于 While YouTube 频道。X 与 WWE 一起启动每周系列赛，作为推动视频的一部分。WWEX 处理 X 进行流式速度比赛。软银控制芯片设计师发出强烈预测后， ARM 共享 48% 的涌动。Cloudflare 股票在 4Q 收入后增长了 21%， 利润超过了预期。Mozilla 将新首席执行官命名为数据隐私。
在新加坡，在南海滩塔 South Beach Tower 放弃了7个办公室，总计115000平方英尺。高盛在办公室低迷中放弃了香港塔的空间。金正恩说，他拥有销毁韩国的合法权利。韩国律师协会40所大学被录取国际学生。两年前，在韩国，有18所大学被禁止录取外国学生。新加坡 PM 敦促公民在龙年有更多的婴儿。印度石油部长说，世界非常感激，印度通过从俄罗斯购买来使石油价格更便宜。印度希望在俄罗斯购买石油生产资产。俄罗斯和伊朗在关于瓦斯枢纽的会谈，伊朗天然气厂的发展。德克萨斯州 A&M 卡塔尔校园将于2028年关闭，董事会决定在2023年秋季重新评估该大学在卡塔尔的实体存在，这是由于中东不稳定的不稳定。土耳其进入欧洲邦市场，这是自选举以来的首次。巴林以20亿美元的交易进入债券市场，对日本的免税投资进行改造，刺激了账户的跃升。另一滴，在人工智能的海洋中，InterProfi AVIA 会自动提供直播语音，以便在短时间内提供成本效益的实时翻译。具有自定义的词汇表微调和两条实时翻译，并可以用80种语言将语音转换为 AI 产生的语音和字幕。CISA 版本，两个工业控制系统咨询 ,1,Causes IQ 面板 4,IQ4 极限 72,ProPump and Controls Osprey Pump Controller,Cisco X Brosway 系列漏洞的安全咨询。Cisco X Brosway 系列中的多个漏洞可以允许未经身份验证的远程攻击者进行跨站点请求伪造 CSRF 攻击，这可以允许攻击者对受影响的设备执行任意动作。 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Apps iPhone February 9, 2024 X Threads and Instagram App Chat GPT Top 8 Apps Shutter Rocket Hot Schedules The Wonder Weeks Top grossing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9, 2024, Monopoly Go, 4.7 stars, Royal Match, 4.6 stars, Candy Crush Saga, 4.6 stars, Top free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TikTok, 4.3 stars, Instagram, 4.0 stars, WhatsApp Messenger, 4.3 stars, Top free Android games on Google Play US,February 9, 2024, Monopoly Go, 4.7 stars. Block Blast, 4.3 stars. Roblox, 4.4 stars. Top grossing Android apps on Google Play US, Google One, 4.3 stars. TikTok, 4.3 stars. Disney Plus, 4.5 stars. February 9, 2024, Apple App Store top paid games on iPhone, Minecraft, Geometry Dash, Papa's Freezeria to Go.Apple App Store Top Free Games, Block Blast, Hexasort, Monopoly Go. Top Movies on Google Play US, February 9, 2024, Wonka, 4.5 stars. Oppenheimer, 4.5 stars.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4.3 stars. The Beekeeper, 4.3 stars.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9th.February 4, 2024,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watched TV in English. Griselda, limited series, 114,100,000 hours viewed. Alexander, The Making of a God, season 1, 27,700,000 hours viewed. American Nightmare, season 1, 12,600,000 hours viewed. Weekly top lists of the most viewed TV, non-English. Dr. Slump, limited series, 10,200,000 hours viewed.Baby Bandito, Season 1, 10,300,000 hours viewed. The Seven Deadly Sins, Four Nights of the Apocalypse, Season 1, 8,900,000 hours viewed.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9, February 4,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in English. The Greatest Night in Pop, 19,200,000 hours viewed. Orion in the Dark, 15,500,000 viewed.Lift, 14,700,000 hours viewed. Netflix Global Top 10 from January 29, February 4, 2024. Weekly list of the most viewed films, non-English. Badland Hunters, 32,900,000 hours viewed. Society of the Snow, 16,900,000 hours viewed. Animal, 18,500,000 hours viewed. Amazon bestsellers in Prime Video, USA.February 9, 2024, The Beekeeper,
4.4 out of 5 stars. Oppenheimer, 4.3 out of 5 stars. Wonka, 4.3 out of 5 stars. The Holdovers, 4.3 out of 5 stars. Amazon bestsellers in songs, USA, February 9, 2024. Flowers, Miley Cyrus. Don't Let the Old Man In, Toby Keith. Fast Car, Tracy Chapman. Fast Car, Luke Combs. Apple Music Top Songs February 9, 2024. Red Rum, 21 Savage. Snooze, SZA, Beautiful Things, Benson Boone. YouTube Music Charts, Global Weekly Top Songs, January 26, February 1, 2024. La Diabla, Javi, Bilakia, Peso Pluma and Anita, Jail 2, Shiva Chowdhury, La Victima, Javi, Love Wins All, Ayu.